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被邀请加入大宋帝王群聊。大宋帝王群弄啥了？那不是早就说不进去吗？吾法识别于音，请说普通话。我不是早就说过大宋不许进去吗？赵匡胤出来解释一下。二哥，我不是群主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不过来都来了，二哥和儿孙们打个招呼吧。哼，这群里不都是你的儿孙吗？当年你为了自家独揽皇权，不惜打破金贵之盟，逼死了四弟和我儿子，后面儿孙的事情我不想了解，走了。二哥别急呀，大宋十八帝咱哥俩的血脉各占一半，北宋的皇帝大多是我的儿孙，可南宋的基本都是你的后代呀。哦，还有个南宋，那南宋是不是比北宋强多了？没错，南宋在我的带领下经济富庶，教育兴盛，文艺繁荣，边防稳固。你是太祖、太宗二位祖宗好，我就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，宋朝的中兴之主，文武全才，仁义无双。你就是南方不败、海上飞人、大金忠臣、抗宋奇侠完颜构。为什么打他？我就是试一下他的功夫。哦，连赵光义都打不过，还敢吹文武全才？太宗，这是偷袭！等一下，赵光义叫你完颜构，小子不姓赵吗？当然姓赵，我是南宋唯一一个太宗的直系后代，名叫赵构，字德基，在家中排行第九。排第九，难怪是高宗。你既然有那么好的庙号，又建立了南宋，想必本事挺大，看来赵光义的基因还行。二哥，大宋江山是你传给我的，我毕生所愿就是得到你的认可，其他儿孙还有高光时刻，你先别退群，一定有惊喜。好吧，不过这群名宋乾、宋成、宋皇帝总感觉怪怪的。不怪不怪，众所周知大宋是最富裕的朝代，我的小额在摄政期间还印发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，宋乾开头大吉大利。你是？拜拜好，我是宋朝第三个皇帝宋真宗赵恒，我在位期间放开对集市的管控，鼓励民间贸易，促进城市的商贸繁荣，宋城居中满福临门。那宋皇帝呢？你还有什么高光时刻？说来听听。我曾两度御驾亲征对辽作战，在宋方有利的形势下，忍痛签订澶渊之盟，换取宋辽之间百余年的和平。澶渊之盟具体约定了啥？就是宋朝以白沟河为界，互不相扰。为此，宋朝必须每年给辽国支付100,000两银、200,000匹绢。要说花钱买和平，赵恒真是无辈楷模呀！我的大名也是你配叫的吗？完颜构。那好吧，耶律恒。我也想试试他功夫。赵光义，这就是你说的惊喜吗？以白沟河为界，也就是说你也没能收复燕云十六州。拜拜，报曹气。我爸登基之后平定了全章、吴越、北汉，一心完成统一大业，谁知天意难测，他在北伐时受了箭伤，在位仅21年就抱憾离世。仅21年？我在位4年说什么了吗？宋英宗赵曙，宋朝第五个皇帝，拜见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。难怪我常听人吐槽宋朝的皇帝根本记不住，你在位才4年能干啥？已知激活的都比这久，以后就叫你赵四吧。太祖爷，别人记不住我，您一定记得住，咱俩可是同病相怜呐。哦，你展开说说。当年陈桥兵变，您千般不肯，万般无奈地被手下人披上黄袍，勉强称帝。而我家爷孙三代都是皇帝备胎，却只有我不得不转正，还被迫享誉宋朝最专一皇帝的称号。你还是个痴情种子？是的，我既没有因为绯闻缠身被划进春宫图，也没有到处宣扬真爱某某，然后坐拥5个皇后。我此生只有一个皇后高滔滔，所有子女都是滔滔所生，我连嫔妃都没有。真的吗？那张修荣是谁呀？哼，差点忘记是你的功夫。
另外，我不像某个信囚，不是贤才，有眼无珠。我下令让司马光编撰《资治通鉴》，还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，成就了这位史学家的千古美名。我还成就了岳飞的千古美名呢。岳飞这个名字，我有印象，听说他是史上获得最多金牌的中国选手，也是大宋数一数二的武将。其麾下的岳家军坚不可摧，真令人神往啊。谁说岳家军坚不可摧？我们完颜构就取得了风波亭大捷，是一举打破了岳家军不可战胜的神话。营总，你站着说话不腰疼。风波亭，我那也是为了百姓，为了和平。和平是通过战争来捍卫的。宋朝第七个皇帝宋哲宗赵煦在此，无耻鼠辈，给我退后。等等，怎么你们每个人出场都要是赵构的功夫？这也算是群规吗？如果是，那我也来试一下。太祖爷，您是真正的武学高手，拳法棍法天下无敌，这小子浑身上下没一块硬骨头，您一出手咱还得请宋慈进群，多麻烦。知道的还挺多嘛，说吧，你的高光时刻是啥？我在位期间子承父业，不仅恢复了我爸爸宋神宗的新法政策，并且在军事上姿态强硬，收复河湟地区，多次讨伐西夏，打得他们狗颠屁股跪下唱征服。老赵家难得有人对外这么刚，去啊，真给咱长脸。听说你未满24就英年早逝，还能把西夏摁在地上摩擦，真是后生可畏。二哥，你说呢？西夏是什么东西？那是党项人建立的一个西北小国，整天跟大宋叫板。这事儿我爸宋仁宗可有经验了。还敢叫板？怎么不早灭了他？这让我们堂堂的中原大一统王朝颜面何存？干嘛？难道我们大宋还不是大一统王朝？这个嘛，其实咱宋朝统治期间，同时并立的国家先后就有辽、金、西夏、蒙古。北宋的疆域在燕云十六州以南，南宋就更……那我再问一句，宋朝这么多皇帝，有没有人收复燕云十六州？那可是我大半生的执念和梦想。执念恒久远，梦想永流传。恭喜你！